摸的人家不舒服了都。怎么没四倍了？没有。你空刷吧，爷爷。这是没活动啊。奶奶的设备呢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快点吧。是故意显得我腿粗的，哥哥不会看不出来吧？人家就80几斤，怎么可能很胖呢？
帮我发它。那你记得看后台哦。会把这种东西冲错。没事，再冲一次吧。不是还有5000刀吗？
我的钱给别人吗？正常的咯，谁叫大家都是小笨蛋呢？提不起兴趣吗？不好意思，有点好笑。啊，可能是女朋友小小的没有兴趣吧，所以想看丸子提高一下兴趣。好吧，既然哥哥这样觉得很刺激的话，文宝就帮帮哥哥吧，也不是没有关系的。谁叫是你呢？为了你，丸子也可以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的。女生呀，你忘了吗？
就不是那种女神，丸子满足不了你。丸子是36G，你美霸的大长腿让哥哥失望了。手放在手机上，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我的肉弹冲击了吗？啊！我怎么觉得你很可爱呀、唧唧歪歪，我要开始。我要努力充人气，再见。今天尺度是变大了啦！我看隔壁都已经这样了，兄弟们。隔壁都已经这样了，一点字儿没有。真的，隔壁。
你刷个魔法书也告诉你是谁。刚去过吗？问我，你难道不是看上人家？什么？这个叫做反光，这个可好看了。我已经追不上了。
那怎么办？那我下播好了，先不播了。知道他什么时候走呢？我没有仔细算过，我也不知道。
全是先待在楼上，先挂在上面了。
是吧？你不会现在才知道，丸子身材很好吧？你好像有点笨笨的。你是小笨蛋吗？啊？我觉得你就是。干嘛？你要把我移走去哪里呀？我就想待在你身边，哪里都不想去。做什么都行，只要是……好好好，我走，待在你身边就好了。我不喜欢玩包，也不喜欢玩包粘人啊。黑帽子，那你报警吧，把我抓起来，把世界上最粘人的小宝宝给抓起来。喜欢骚人，纯洁的他不喜欢的。
不行，我现在做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了，哭哭呢。
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应该怎么把风头抢回来？今天尺度好像真的变大了。可以撅屁股了，那我也撅。撅着撅着，然后我操，没了。只会上吗？可是我的腰太硬了，没有办法弯下去，怎么办？要不你来按住我的腰，我是真的弯不下去。